其实这首歌在录唱的时候，它那个太多了，那个唱的轨道，我只是分配一下，大概不，你们在录一段副歌。不是，你们在录唱的时候是同时在录的，还是说你先录完了，过了几个月他录的？我们是分开录的。分开录的哈。但是我就是怎么讲，我们前期会有沟通的很细致，要怎么样去分配？对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即兴的吧。你想从哪儿？因为爱，谢谢两人照下相好吗？今天你来，亮颖来。